甘蔗游戏的意义是什么？这是我和主任他们在纯生存模式下连续干了四天才完成的超大四合院，没日没夜的寻找矿物，制作建筑材料，过程折磨又痛苦。我一直不明白主任甘它的意义在哪，直到我最后一波挖好矿回到家，看到在家门口迎接我的主任。主任这是有多怕砸不到我？以我对主任了解，绝对不止这么一个陷阱，所以我连回自己房间都是战战兢兢的，得仔细检查一番再去床上睡觉。做人做事总是从容面对。我去主任房间睡总可以了吧？总没人会在自己房间放陷阱吧？